告、渡辺座長、シーターが門の前で騒いでいます。バカ、なんだと、なぜ奴を潰さないのだ。先頭にいるのは、ロウシンさんです。杜明太君，我马上去联络几个当家的，争取把他们拉过来。您放心吧。萨基，罗新小姐を呼んでくるんだ。はい。渡边队长，请六小姐进去。我跟你一块去。嗯。渡边队长就请陆小姐一个人进去。大小姐。嗯。報告、陆信が到着しました。渡边先生，请坐下。请您释放我哥哥。我要不放呢？我哥是被冤枉的。这个不是我关心的问题。我可以当令郎的家庭教师，教他画画。好，谢谢你。但是这个不能作为交房条件。你想怎么样？你只有一条出路。现在去牢房，说服你的哥哥跟我们合作。你的哥哥答应不追究过去的事儿了。而且我们会给奖给粮，帮着壮大新一代。我怕我说服不了他。嗯，你去试一试吧。要不你的哥哥出不来了。那好，我先走了。嗯，ちょっと待って。你刚才答应我可以当我的全职的家庭教师。是吧？你先见一见你的学生吧。おい、太郎を呼んできてくれ。はい。渡边先生，这件事情说到底都是马尔德栽赃嫁祸，跟我哥毫无关系。你曾经答应过我要给我们一个公平的待遇。没有关系，早晚会查出来的。你说的不算，马友的说的也不算，只有查清实际才能定断。那如果我告马友的诬陷，你会不会把他抓起来协助调查呢？不用抓，马友的很配合。那你这不是明显的偏袒吗？陆小姐，我已经很偏袒你了。你们总是冲击军事重地，知道是什么罪名吗？一会儿你出去，我给你十分钟的时间，把里面的人带走，否则我会开枪的。パパ、来ました。あ、太郎来たか。どうだ、今度の新しい家庭教師の先生だ。大学姐、怎么样了？马上把兄弟们带回去，我得去趟宪兵队。发生什么事了？先别问，把兄弟们带回去再说。撤，走。走。弟兄们，撤。哥，小命。
马友德没有打你吧？那倒没有。不过比打还难受啊。小梅，你这次和老魏可是把大的害了。这个老魏也真是的，怎么能让马友德跑了呢？哼，马友德跑不跑，日本人都不会放过我们的。好了，现在说这个也没有用了。 老魏来华山东过来帮我们。他？不过他现在用的假名叫李良华。嗯。他有什么办法？他说，他有办法理解马有德和渡边。他让我怎么做？具体我也不太清楚，由他一手安排。 啊，新义堂现在怎么样了？我们从今天开始罢工，去警备司令部门口静坐示威。胡闹！小梅啊，我们现在不能硬碰硬的和日本人来啊。渡边当着我们的面打死了三个兄弟。我今天也是太着急了，已经叫大家都散了。刚刚，渡边找我谈条件。什么条件？说。 只要我能说服你跟他们合作，就能把你放出去。不可能，大哥就是死，也不会大汉奸的。其实，我们可以退出江湖，找个地方隐居。那新义堂怎么办？难道把兄弟们交给日本人吗？我不知道。我要不是为了新义堂，我不会在夹缝中挣扎的。 要不我们去投靠老魏？说得简单，兄弟们都是拖家带口的，人家就是为了挣钱糊口而已。那你说怎么办？没有别的办法，反正大哥是死死的咬住马有德，就算是死，大哥也得拉个垫背的。队长，您说咱这算不算是衣锦还乡啊？ 什么意思啊？你看，这才不到小半年的时间，咱们就打了这么多的胜仗，还立了一次大功。哼，这才哪到哪儿啊？待会儿见了兄弟部队啊，别翘尾巴啊，让人家笑话。谁要论翘尾巴？我可差远了，咱军民区多的是。发什么奖？估计能发个奖状吧。搞这虚头巴脑的干啥？还不如发点枪支弹药。你懂什么呀？ 这叫荣誉，别看就一张纸，那别的部队看了肯定眼红的不行，拿大炮跟我换，我都不换。要我就换。你呀，你太不了解部队了，在部队里荣誉比生命都重要，更别提记大功一次了。我听不懂，不明白。趁现在没事儿，我给你讲讲什么叫集体荣誉感。知道。 就是大家都高看你一眼，你很有面子。<笑>你说那些啊，都只是外在的，最重要的是每个人都要有集体荣誉感，才能把一支队伍紧紧团结在一起，变成一支钢铁队伍，懂吗？<笑>真他妈烦！这什么鬼地方啊！他天天看人家四个人干什么呀？你说这是？可不是嘛。不过别急，就这两天了。啊？听到什么信儿了吧？咱们的弟兄啊，跟马小德联系上了。啊？说马小德的口头禁成功了。是吗？连小日本都给骗过去了。哎，你别说，哎，这老马这小子还真有两下。不过老马那边带过话来了。 说这四个绝对不能留活口，一旦要他们跑了的话，他那会儿可就露馅了。老马呀，手也够狠的，自己家弟兄都舍得下手啊！啊？这算什么？你又不是没看见，那天押货那经理不叫一枪啪就给干了吗？你说，两大船的军需啊，值上百万大洋呢，这叫什么？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不对呀，你说咱们弟兄。
把脑袋掖到裤腰带上，为了什么？不就为这俩钱吗？哎，说什么时候动手呢？差不多这两天了。咱们这次冒充雁翎队打劫，雁翎队那边已经知道了，估计很快就会找咱们算账来。差不多了，咱们也该搬了。同志们，下一项我们进行表彰，表彰军区前一段时间在政治、军事、生产上取得优秀成绩的个人和集体。第一个是白洋淀地区水上游击队，他们还有一个响亮的名字，叫雁翎队。大家知道。雁翎队自从成立以来，很好地发挥了他们的作用，有效地牵制了敌伪的主力，切断了敌人的水上运输线，打击了敌人，壮大了自己。为此，军区党委决定给雁翎队荣记大功一次。下面请雁翎队队长魏光明同志、副队长丁水妹同志上台领奖。你们二位跟大家讲几句吧。是。首先，感谢各位首长和同志们对我们的关怀。雁翎队成立的时间不长，在兄弟部队面前呢，我们还只是小不点儿。哎，有很多地方呢需要向你们学习。今天我们立了功，我相信更多的是来自于大家对我们的鼓励和鞭策。这只是雁翎队的一个起点，我们会更加的努力，为抗日事业做出更多更大的贡献。最后，我想感谢在战斗中献出年轻生命的烈士，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我们应该永远记住他。我讲完了。下面请水上游击队的副队长丁水妹同志给大家讲话。这有啥难的呀？啊，这就像要战争科学啊，说。大家好，我叫丁水妹。半年之前啊，我还是白洋淀的一个渔民。可后来啊，小鬼子打死了我的哥哥和嫂子，所以我就加入了雁翎队。虽然我是个女的，但是啊，我从来都没把自己当女的看。没事儿，我还总捅娄子，他们都叫我惹祸精。尤其是这个老魏啊，他总看我不顺眼的。你碰我什么？许司令说了，让我唠家常呢啊。你唠，你唠。后来，我们雁翎队来了一个指导员。她也是个女的，她总给我做思想工作，还教我写字。她对我啊，就跟亲姐姐一样。后来，我明白了许多道理。我知道了，我们的队伍是一个革命的队伍，所以啊，我们要有革命的纪律。哦，对了，我还亲手写了入党知情书，今天我也带来了。我要亲手交给王政委。我的话讲完了，谢谢大家。好。哎，丁水妹同志，你这申请书上面的这个圈圈是什么意思啊？
这些字儿不会写。啊，很好，很朴实。同志们，大家看看，这是丁水妹同志的入党申请书，很朴实。丁水妹同志是一个普通的渔家女儿，成长为一个革命战士。我们大家为她的进步感到高兴，大家鼓掌。不用了，不用了。国民啊，水民啊，水民，哎，过来过来，我和政委啊，敬你们二位一杯啊，祝贺你们，祝贺你们取得更大的成绩啊！谢谢司令政委，谢谢司令政委。国民啊，你现在还想离开雁翎队吗？老白，这个你老大不小的了，打仗是打仗，个人问题也是问题。我跟你说，黄亚洲同志我们很了解，很不错，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忙的，我可以帮你做思想工作。政委，你说这干嘛呀？这要做思想工作啊，可得抓紧点，老魏急得都天天挠墙了。去，瞎扯什么呀？哟，瞧瞧，太不好意思了。水妹啊，你也别光说别人啊，看看你自己都老大不小了，怎么样？有没有中意的？跟我说说，我给你说和说和。就他那脾气，谁敢要他呀？我有。谁呀？神龙。是。就是神龙，我只喜欢神龙，别的人我都看不上眼。丁水妹，你能不能别说那些不着调的话？谁不着调了？我就是喜欢神龙啊！神龙可是顶天立地的大英雄。不像有些人喜欢小诺姐还不好意思跟人家表白。你懂什么呀？光明，你可真行啊！到现在这丁水妹还不知道你就是神龙啊。司令，许司令，你说什么？哎，老许，你喝多了，这人老魏个人的问题，你别跟着瞎掺和。啊，对对对对，我喝多了，喝多了啊。司令啊，我可没喝多，我刚才听得真真的，你说老魏就是神龙啊？其实这神龙啊就是一种称呼啊，对，谁都可以叫神龙嘛，我们都神龙。哎，对对对对。老魏，我问你，你跟我说老实话啊，你到底是不是神龙？什么神龙啊？那我换句话说，伊藤老鬼子是不是你杀的？是。那你为什么一直瞒着我呀？不就杀个鬼子吗？这有那么重要吗？我只不过做了一个中国人应该做的事儿。你混蛋！郭明啊，你为什么一直瞒着他呀？你？我不是想瞒着他，他一根筋，非得认准神龙了，我能有什么办法？哎，老许，你别看老魏平常长得挺唬人，这脑子里边弯弯都是呢，挺复杂呀。啊，行了，两位首长就别拿我寻开心了。哦，好，好，好，这是你自己的事儿，你自己看着办吧。啊，我们就不跟着掺和了。啊，政委啊，走。好。你行不行啊？不行别逞能。你就等着心服口服吧。嘿，嘿。神龙。水妹，那是队长，他不是神龙。对。不可能！你们别胡说了。哎呀，水妹啊，我早就跟你说过，咱们队长啊就是神龙。对了。哎呀，不可能，不可能！
就连渡边老鬼子他都说看这个人的枪法和上次袭击伊藤老鬼子的一模一样。一模一样？我怎么看不出来？你是不是神龙？我倒希望我是神龙，我连水都下不了，我怎么跟人家比啊？嗯，那倒也是。我真笨，笨死算了。明明有很多次可以揭穿他的机会。老魏真的是神龙？那你为什么一直瞒着我呀？不就杀个鬼子吗？这有那么重要吗？我只不过做了一个中国人应该做的事儿。老魏，我到处找你呢。大摄影师，你找我干什么呀？那，这是给你们照的照片。还有啊，报道了你们雁翎队消息的报纸。嘿，太好了，太感谢了。甭客气，那你先慢慢看着，我有事儿就先走了。哎，好好，谢谢啊，再见，再见。两枪，留点子弹，等着打小鬼子。各位兄弟，你们扪心自问，二哥我对你们一向如何呀？弟兄们，我知道你们心里都觉得对不起大当家的。其实我这么做也是为咱们信义堂着想啊。现在是日本人的天下，咱们大当家的却迟迟不跟人家合作呀。长此以往，咱们信义堂就没有活路了。我之所以偷偷摸摸的给日本人运点货，其实就是为了给咱们信义堂留条活路啊。我早就想好了，汉奸的罪名我来担，只要能保咱们信义堂上上下下一千多口子人的平安，就算是被人搓脊梁骨我也认了。其实你们并不了解日本人，人家日本人啊，根本就不想为难咱们的大当家的，只要咱们肯答应跟他们合作，大当家的就会毫发无损的给放回来。但是他这个人死要面子，明明是心里愿意，他也肯定不会低头的。那二哥，你说了这么多，那现在应该怎么办？我是这么想的，暂时先由我执掌信义堂，跟日本人合作。等着咱们搞成了，既成事实了，大当家的也就自然顺坡下驴了。等他回来的时候，我主动让位，他还是咱们的大当家的。可现在当家的是骆大小姐，那应该怎么办？咱们这个大小姐从来就不过问帮我，他怎么可能主持大局呢？只要你们信得过我，咱们让大小姐回去接着画画写诗不就完了吗？弟兄们，大当家的这个人一贯苛刻，哎，不像我这么仗义疏财啊。你们跟着我，我保你们吃香的喝辣的。
爷，把酒杯都端起来啊！今天我做东，咱们大家一醉方休啊！来来来来，二哥我先干为敬啊！三位爷真痛快。在这儿干什么？是不是还在为神龙的事儿生我的气啊？你为什么瞒着我？刘志梅同志，神龙这个事儿吧，其实没什么了不起的，你何必非得放在心上呢？你是不是早就憋着看我的笑话了？我是不想破坏神龙在你心目中的好印象。你想想，如果你知道我是神龙，你会不会觉得很失望？可我现在更失望了。行，以后啊，这事儿就当没发生过。怎么当没发生？军分区那么多人都听见了，我说我只喜欢神龙。没关系，反正雁翎队的人都不知道。以后啊，咱该说说，该笑笑，还和从前一样。大家都是熟人了，就不要拘什么礼了。马有德，你还有脸来呀？鲁迅啊，怎么说话呢？我是信义堂二当家的，信义堂就是我的家呀，我怎么不能来呀？你已经背叛了信义堂和我哥。你这么讲就不对了啊！我从来没有背叛信义堂，我一直是在拯救信义堂。你大哥勾结雁翎队，打劫日本人的军需，这可是杀头的罪啊！
是我在渡边面前苦苦哀求，他才没有对弟兄们下杀手啊。马有德，你说这种话也太不要脸了吧。老三呐，哎，你是个猛将啊，就是不爱动脑子。现在这里面的情况很复杂，你就不要发表建议了。老三，我现在还是二当家的，你以下犯上，按照帮规知道应该怎么处置吧。我不承认你是二当家的。在座的这么多位当家的，你一个人能做主吗？三哥，把枪放下。马有德，你到底想干什么？倪大哥坐了牢，现在信义堂就属我最大，我当然要回来主持大局了。你脸皮还真够厚的，我哥走之前已经把信义堂交给我了。哦，交给你了。洛欣呐，你可是我看着长大的，你有几斤几两我心里最有数啊。这么多年以来你插手过帮务吗？我怕你连账本都看不懂吧。这两天你带着弟兄们不务正业，跑到日本人的司令部门口静坐示威，把弟兄们往日本人的枪口上送，这到底是何居心呢？你说什么？是我站在兄弟最前面有用吗？渡边太君对你情有独钟，他弟兄们呢？日本人要杀弟兄们就跟碾死个臭虫子一样的。马有德，现在是非常时期，只有对信义堂是忠心耿耿的人才有资格来主持信义堂。你的所作所为早就把自个儿画出去了。不好意思啊，你是谁呀？他是我的同学李安华。真是奇怪啊，一个和信义堂毫无关系的人凭什么在这里指手画脚啊？公道自在人心，当着这么多当家的面儿，还容得下你一手遮天吗？哦，公道自在人心，说的在理呀。我看这么着吧，咱们在座的信义堂的兄弟们，咱们举手表决吧，少数服从多数，怎么样？你想搞什么鬼呀？我看你对洛欣也没什么信心嘛。好，我跟你赌，投票决定。好，同意由我马有德主持大局的请举手啊。哎，怎么回事？你们还有没有脑子？马有德给你们什么好处了啊？老三呐，你不要血口喷人嘛，你哪只眼睛看见我给他们好处了？所谓公道自在人心嘛。洛欣妹子啊，你还是回闺房画画吧，放心，二哥我一定会好好关照你的啊。无耻。坐好啊，不送了啊。再见，再见，再见。请。哎，弟兄们，还有谁不服啊？可以跟着他们走。二哥，你是不是对洛欣太过分了？老五啊，咱们要做大事儿，就不能有妇人之仁呐。现在咱们有日本人给咱们撑腰，我相信咱们信义堂的生意一定会越做越大。哎，弟兄们挣的钱一定会越来越多，到时候别说是白洋淀，就是保定府，咱们也可以横着走。洛欣，等等，洛欣，气死我了！有什么可气的？马有德只不过是小人得志而已。再说了，咱们还有一手留在后边没使呢。我气那些人怎么一转身就变脸呢？你们俩说说。下一步该怎么办？
三哥，你把今天没有举手的人联系一下，咱们走群众路线。明白了，那我先去了。嗯。陆星啊，你跟着三哥，这次啊，是你接触底下兄弟的好时候，只要坚定了他们的信心，这马有德啊就不足为惧。好的。小诺，你为什么总是这么镇定呢？生气发脾气对事情没有任何帮助，只会让敌人看笑话。等你经历的事情多了，也会像我一样。我终于明白老魏为什么喜欢你了。陆星，你说这个干嘛？上次老魏来，我跟他表明了心意，可是他却说他喜欢你。一开始我以为他是搪塞我呢。陆星，现在形势危险，咱们不谈这个好吗？你对他到底怎么想的？我还没有想过。不管你怎么想，我是不会放弃的。我现在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他，我可以为他而改变。我们可以公平竞争。同志们，队长回来了！二师妹，队长给我们带来什么好东西？师妹，同志们回来了，咱们的奖状。抢！咱请队长给咱念念吧。好，好，来，大家静一下啊，我给大家念一念，军分区表扬咱们的文章。师妹，标题是有我，芦苇荡中擒恶狼，雁翎英雄出奇兵。作者何思源。何思源，哎，今天就那个记者。雁翎队是神兵，来无影去无踪。千顷苇塘百战场，抬杆专打鬼子兵。雁翎队是子弟兵，群众当中扎根生。人民是水，他是鱼，打出个世界红彤彤。这样的渔歌响彻了白洋淀366平方公里的水乡。过去普普通通的渔民和猎户，在日寇无止境。大哥大嫂，发生了件意想不到的事儿，我找到神龙了。可你们肯定想象不出，这神龙啊，竟然是老魏。他还一直瞒着我，要不是许司令说漏了嘴，他还有可能一直都隐瞒下去。你们说，我怎么就这么笨，愣是没看出来？也许是我对他成见太深了，我打心里啊，就根本不相信他会是神龙，所以还把他当仇人一样，处处的挤兑他、为难他、挖苦他。哎，他肯定恨死我。所以，他才不肯告诉我，他就是神龙。他是怕我喜欢他，但他喜欢的人是小诺姐。哥，嫂子，你们说我该怎么办啊？我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说我只喜欢神龙，只嫁给神龙。我以后该怎么面对他，面对指导员啊？也许神龙一直都在我心里。
队长，你在看谁的照片呢？都看了一晚上了。去，睡你的觉。小小旅行，不可有失。台湾。